只需一碗就能变成玉一样的腊八蒜，你知道吗？蒜切掉头尾，倒进无油无水的罐里，不要用陈醋，用米醋，加一勺白糖，开火烧开，像这样晾下不烫手就行。醋水倒入罐里，盖盖密封放一夜就变绿了。这样腌出来的腊八蒜配上年三十的牛肉饺子，老带劲了。